惠灵时间穿情静物 Nadir Mokht Anafnet， 他的创作者是西班牙绘画大师毕加索，这也是惠灵时间第13次介绍到毕加索的作品。可以说有了毕加索之后呢，绘画第一次在表现形象方面不仅得以再现现实的外表和通过现实来表达情感，而且还表现有关对现实本身的感觉和思想内涵。这幅画创作于1932年，现在属于私人收藏。那惠灵是在巴黎毕加索博物馆的临时展览上看到了它。艺术家所具有的全部经验在每一幅绘画中都能够发挥作用，正如毕加索本人所言的，我不是在寻找，而是在发现。下一集我们会去参观巴黎卢浮宫博物馆，惠灵时间法国巴黎。